Hello，大家好，我是猫大，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我发现的一个很有趣的频道这个频道主要是介绍了一些娱乐新闻及一些美女的视频有喜欢看美女视频的小伙伴可以去点进去看一下当然这个视频限18岁以上，18岁以下的小伙伴就不要看了。那么18岁以上的小伙伴可以自己点进去看一下还是非常不错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给大家相当于一个福利吧。我的频道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搜索一些这种宅男爱看的视频分享给大家，也算是一种福利吧。今天我在开 YouTube 的视频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频道这个频道，然后我就不点进去了，感兴趣的朋友自己点进去然后娱乐新世界，大家可以自己在搜索里可以看得到。然后这一期是讲了一些女性罩杯的一些内容。自己大家点进去看还是非常养眼的。那么我主要是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娱乐的东西谢谢大家。